啊，咱的林永成，咱的国安委员讲了有精彩无？甲拍手的。伊两年外前，甲各位拢同款，坐伫，甲各位人拢坐伫遮。两年外，伊真根据咱这个新台湾论以后，伊家己去进修，家己过去读，啊，非常好，伊就了解足多。我即摆国刷入去，要甲咱台湾人报告讲吼，台湾人一直伫迷失讲吼，我都拢无看到美军。你先来更别来讲啊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啊是安那占台湾？我要讲证据，互各位听。第一点，1952年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。迄旧金山和平条约咧23条。讲啊，足清楚。讲什么物件？就是讲，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主要占领全国，英语讲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主要占领全国，足清楚写底下。所以是1853年，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一个判例，这个判例就是 Close 对 Harrison 的判例。美国的最高法院判什么法？伊讲。和平条约生效，无代表军事占领结束。军事占领若要结束，就要美国的参议院通过相关的法律，也是美国的总统来宣布。为1945年到今日为止，美国的参议员、参议院和美国的总统从来没有宣布过。结束台湾的占领，啊！你表示讲，美国今日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还搁伫台湾军事占领中，所以刷落去，你看看最近的报纸，最近的报纸有写一个消息，这个消息就是讲，哎，麦克风还搁一支呢。我查到今日上课甲各位讲哦 ，PE3。迄、那个反潜战机啊，美国来交予中华民国，其实迄是报纸所写。你也知影哦，各位，报纸写，但是真正的内容是啥？美国的技术，美国的军人伫内底控制，伫屏东降落以后，伊交的对手是啥物人？是马干同款美国人啊。所以，中华民国的人、台湾人拢袂当去帮呢，啊，这叫做搞中华民国。所以你要搞清楚哦。啊，以前有讲哦，伊讲这架飞机要搞的时阵啊，伊不爱和记者去翕相，因为记者若翕落去，就知影讲哪有搞好哩。美国人搞美国人啊，哪有搞好你中华民国？所以各位你唔通误解呢。就是讲，哦，中华民国有飞机啊，因为咱有甲各位讲过，中华民国的三军现主席的 logo 拢通提掉啊，战车无 logo， 飞机无 logo，logo 就是迄个标志啦。军舰、记得舰顶管挂啥物旗？美国旗呢？你哪知？一周刊就有啊，来，迄一周刊互恁看卖啊。啥呐？中华民国的军舰要挂美国国旗，你看无？挂伫上顶端，啊！中华民国旗挂伫下骹呢？这是美军已经控制三军了嘛？过来，除了着 PE3 这个代志以外，明仔载你看到报纸，嘛已经公布。新竹的乐山雷达基地，内底拢啥？拢装美国人。所有的开销，所有的建设，拢装中华民国的人。什么意思？啥呢？拢装美国人，表示啥？坦白讲，美国今日是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未当叫咱台湾出钱啦。
但因为台湾关系法内底，诶，英语有一字甲你写 make available， 迄是啥意思？迄意思是讲吼，美国开菜单，伊照道理伊甲我占领，美国甲我占领，你袂当叫我买武器呢？迄是违反战争法呢？但是伊台湾关系法甲你写一个 make available， 就是讲美国开菜单，啊，你就会要，其实你免要啦。美国人首先来讲，你一可以勾起来，三可以勾起来，二不能勾，安尼叫做你家己建的吗？迄拢唔是呢，迄啥？伊美国是全盘掌控中华民国，全盘掌控咱台湾的一切，唔是干那遐尔。水南机场、台中、青山港。现主席，你遐看，暗时的三点到四点，美国的班机拢为遐起飞。我算真大胆，直接拢甲讲互你听。你若唔想，你家己去看，你去袂到。花莲的嘉山、龙中港款，现主席转台湾的基地，已经有八个美军拢入去啊。即卖。迄个金湖路，迄金湖路一百号啊！伊即摆迄围墙拢拆掉啊！你过去你看袂到，你即摆甲看，内底占地两万平，即摆 AIT 剩几个人？剩四十个，本来 AIT 拢有几百个，但是即摆 AIT 开始撤退，剩四十个人。四十个要去住两万平吗 ？No， 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要入来，有真侪朋友去做着因的生意，来上课的时阵听到，伊讲我甲你证实，真的美军要进来了，美军。差不多要入来八千名，这八千名为谁来？我跟你讲，美国无宣布，但是我听我跟你讲，奥克纳瓦、琉球的基地啊，有八千名要撤退，但美国无公布要撤退去倒，要撤退来台湾啦。所以当美国的八千名入来台湾呢，迄个一刚开始啊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可以执掌政权的时候了。你拢无欢迎呢？啊！你那里上假的你呐？你上你是上趣味的哦、喔。你那上趣味，我歪直接上课呢。今日的台湾民政府是照战争法所设的，美国同意2010年、2013年连续两届酒会，你敢捌看到美国人参加中华民国的酒会 ？No。一拜嘛唔捌，所以咱伫台湾民政府底下讲的真侪代志，我希望恁等伊出去，爱去想看麦。至少你有伫只上过课，你有迄本册，你也去读。你袂当讲上过六讲四暗，初级班、高级班，你就敢那天才啊，不遐简单啊。美国的军事政府入来伫台湾，你敢看每年五月二十，中华民国总统当选，都爱美国的贺电，家己啊，苏联的贺电会使无？未使。英国的贺电会使无？未使。都一定爱美国。较巧的，你就要想讲，这奇怪呢。你知影陈水扁2004年当选迄摆啊？甲迄个连战伫拼的时阵啊，伊赢一票啊，伊赢一输啊，赢两万几票。但是迄当阵连战伫乱，伫卡拉格兰伫乱，你会记得无？一直无爱互伊上职。陈水扁，伊是连任嘛？你会记得迄当阵的 AIT 的处长叫做什么人？夏新，查某的。
迄含陈水扁的感情袂歹，我的感情是迄款的意思啊，唔是迄个另外意思。感情袂歹，伊就甲问呢，我奇怪，安尼这我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奥巴马的贺电，奈爱袂到位。下心改讲啊，你的贺电已经脱离奥巴马的斗定了，单加你，那叫你的中选会迄、那个当选证书甲打起来。马上三十分钟来就送到了，所以你若印象足深的，你就会记得。迄当阵，不是陈水扁知影尔，所谓的蓝军伊嘛知影，所以蓝军就拼命伫中选会伫动外口打迄张小拍玻璃拢破去，你毋知会记得无？后尾啊，迄、那个什么人？迄、那个啊做中选会。诶，注意啊！对，黄兆祥，伊派几个人甲保护，将甲打起哩，但是打起哩马上就拆掉，你会记得无？打起哩那一刻上翕起来，三十分钟无够，美国总统的贺电到位，安尼危机刚开始真系无乱，但是下心因为安尼去互换落，因为。伊去甲教陈水扁，啊，算是歹运啦。不过呢，安尼解决纷争啦。因为今日美国，我是感觉美国对咱台湾人是真歹哦。你茫叫是讲美国人对咱真好哦。美国对啥物人较好？对中华民国真好。即马国民真侪中间的遐干部啊，拢是以前捌伫中华民国的中国。诶，传教士的后代，所以咱自从去过美国以后，咱才会知影讲，哇，夭寿啊！什么美国咧支持咱？美国是支持中华民国，无咧支持咱呢？咱敢若有一个好处是，咱用法律甲告，告甲伊巴肚啊！所以咱的对口是啥物人？是美国的国防部，唔是美国的国务院。所以咱方向都爱对。咱已经国际班已经有2760个人，我相信真紧的时间，因为咱即马拢无休困，逐礼拜上两级的初级班，到一级的高级班，每天拼到四天的。不管如何，台湾人最后一条生路就这条呢，法律的路就这条路呢，所谓的法理台独。我再去有甲各位讲，中国学者讲2010年，但咱未通要当啊2060年啦。咱希望讲伫今年、明年的年中啊，对咱达成任务啦。因咧猜测，讲咱台湾会变作法律台湾。你想看卖啊？你目睭金明嘛看，现主席伫台湾这个社会内底有讲法律的。有对一个团体，无呢？不管对一个独派，民进党，民进党是免讲，伊是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台联嘛是中华民国。今日讲法律台湾呢，是干咱台湾民政府啦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咱为今日开始，在座各位，咱来坚持的就是法律。只有法律，人无法度甲你顶当。只有法律，中华民国未当对你做任何处分。当然啦吼，咱这干部算算徛伫头一线，啊，你免烦恼。那真正调情拢完成着，我达成着啦。恁要调查恁哦，永远无可能啦。全世界即摆拢讲法律，日本讲法律。你也看，有最近有一个真大的消息，日本的这个千鸟渊啊，就是这个所在，就是跟靖国神社同款。靖国神社内底有25,000的军人的灵魂藏在内底。啊，当时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军事审判，而且。
所谓的战犯啊，美国人看是战犯啊，诶，假期战犯啊，诶，英灵我那个坑里来滴。所以中国的反对，中华民国的反对。但是，这两天，美国的国务院，伊迄个国务院的国务卿，啊，美国的国防部部长，昨日无经过通知。 自动去日本的千鸟渊去甲祭拜，千鸟渊祭拜什么物件？祭拜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战争死去的军人，包括台湾人。为什么？这么久啊，美国那今嘛才来甲祭拜，你也能看得出来。我也让甲你讲，伊这个动作就表示讲，美国和日本啊完全和解。 完全和解，意思是讲美国甲台湾也和解啦。讲到日本，你爱记，咱是大日本台湾人啊。咱民政府为2000年抗日年变到今日七年啊，效果是来讲，大家拢看会到。只不过是真侪台湾人会读卡，还佫想袂清，看袂清。 要你叫是讲，咱去读个歹，其实歹是因啊。有一个笑话，恁知影精神病院、精神病院内底有啊？到底内底拢什么款人？精神有问题嘛？对不对？啊，有的人医生去治疗，去精神病院，甲伊讲啊，甲迄患者讲。 哎、欸，你嘛较认真嘞，照阮医生的处方，药啊爱食爱食，安尼毋才会当较早出去。伊甲医生讲啥，我毋敢出去，因为外口拢神经病。<笑>我讲即句话，即马外口的台湾人哦，都是。 拢伫精神病内底，各位你拢精神啊啦，对唔对？当你甲伊讲的时阵，伊甲你讲我唔敢出去，因为外口拢神经病。到底什么人神经啊？我那想着吼，真受气呢。但是若想着这个故事，我就算了，只有安怎。 开卡侪药还人食，啊开卡侪药就是啥，法律论述啊。各位，大家倒三工，将遐个还佫未清楚的台湾人，甲叫我倒转安尼，好唔好啊？过来，坐收久你头痛会听无？会啦吼，互你休10分钟了，3点到3点半，咱的议长吼，啊要做结尾，啊若要整理行李，即个10分钟去整理，啊，啊等下。 3点半时间一个到，我先甲你讲哦，你唔通讲哦，要去整理哦，一定爱先去翕相，无要甲你补翕的哈，先去翕相，3点半的时阵准时翕相，翕相10分钟、2分钟解决，来休息10分钟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学员请起立，今日下课休息10分钟。 歹势吼，借问一下，迄个台北州的陈建良先生到底的？